陈真，陈真，你要去哪里？中华会馆，我要查明师傅是不是真的死了。你师傅不可能是日本人杀的，绝对不会的。人民万岁！人民万岁！ 陈真，你会不会回来？等他们离开中国，回到日本的时候，我就会回来找你。可是，日本人到青岛打的是德国人呢。你要搞清楚，青岛也是中国的领土，日本人跟德国人都是侵略者。陈真。 你真的那么恨日本人？我不知道，光子，生长在这个时代，你我都无法选择。情报中。